天黑了，快出来操作！不不不不，欢迎大家来到 YC 九幺二 Radio， 我是你们的 DJ 姚D。今天是5月8日母亲节，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们有没有对妈妈说节日快乐呢？大家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应该是在浙江，对，这几天其实都是在调整自己的一个生物钟，然后每天希望自己就是睡满10个小时，然后多睡一点，然后早上起来跑跑步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健身嘛，就整个人大了一圈，壮了一圈，不是大了一圈，所以希望就是做一些有氧，然后让线条更明显一些。对，有在准备新歌了，对，又开始准备新歌，因为最近的一些生活状态跟之前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想写成歌。对，然后我们来可以讲讲这一次的这个 Feel My Love 这首歌，歌词的灵感来源其实是我跟妈妈的一个相处状态。其实大家看歌词，我们各自唱的那一段其实都是对方在自己，就比如说妈妈在我心里面的那种形象，或者是我在妈妈心里面的形象，然后我只是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，去写了下来。对，她很久没有穿那种高跟鞋，也没有做那么长的指甲了，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可能小时候看见过，那对于妈妈来说可能是年轻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记得上一次抱妈妈是在小学的时候了，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一次 MV 让我感觉到好像很久没有去表达对妈妈的爱了。对，我妈的手机铃声就是我们的爱，她每一次那个手机铃声一来，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，就开始了。对，每次都是，就有时候还是很尴尬的，在那个逛街的时候突然一下。好吧，那就现在我们进入正题。之前看过的电视剧中有这样一段话啊，上帝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，所以才创造了妈妈。那么母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？在思考的时间里，送上一首来自姚琛的 Feel My Love。 我是个从不孤独的心，月光围绕我不曾离去，当天空表面泛起了云，你是赋予生命的意义。 You're more than that， I know， 不习惯开口说爱你，带走猜疑和烦恼。 Love you more than that， Let's go， 时间都停留，我为你拼凑温暖的笑。我愿意为你燃烧，我的每一秒，你的微笑也会保护好。开场我们聊到了母亲，今天也正好是母亲节，我呢也正好发了新歌 MV， 大家都看了吧。最后呢那一段其实是有拥抱妈妈嘛，刚刚也说了，上一次拥抱妈妈好像是在小时候。对，我问了一下我妈妈，她说是在11岁。你要让我回想的话，我是真的回想不起来了。因为我跟我妈的相处方式就是非常
不那么的直接去表达，对，就不会说妈妈我爱你或者儿子我爱你这种话，所以互相都没有这样去表达过，对。上次征集邮箱开通之后，收到了很多邮件，看到你们真的把这里当成小树洞，把自己的秘密说给我听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现在让我打开一封邮件，看看你们和母亲的故事。第一封信，来自小刘甜甜圈发来投稿说，好久没有记录下那些想与他交流的瞬间了，只记得我13岁的时候，他43岁，如今我快20周岁了，他还是43岁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不会老，一直是那个模样，可是我好久好久没见他了，我还是会常常对着照片想念，常常想起跟他斗嘴的每一个时光，也常常在学校或者生活需要提到他的瞬间都会选择闭口不谈。我常常贪婪，会想如果有他在，我是不是可以晚几年再学会做饭菜给爸爸吃。我常常想如果有他在，我大概不用每次放学自己拎着东西东奔西跑。我常常想如果他还在，有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他会不会讲给我听，而不是让我自己摸索四处碰壁自我怀疑。我常常想如果他还在，外公外婆的晚年生活会不会好一点，家里的一切会不会更有条理性。我常常想那些可以允许我放松情绪的夜晚，我会不会躺在他身边给他讲讲我平日的欢乐委屈。可是在他明白自己所剩时日不多，拉着周围朋友说要帮他照看好女儿的时候，在他只剩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，烧得糊涂不记得我是谁的时候，还在拉着我的手问他的闺女在哪儿的时候，我开始恨，我恨爸爸不告诉我实情，让他生命最后一两个月的时候一直躺在医院没有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恨，恨我自己小，恨我自己无知不懂事，以为他只是简单的生个病做个手术就好了。我恨他照顾了所有人，唯独没有照顾好自己。我想告诉他我成年了，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他不要担心，外婆身体很好，我偶尔没课的时间会跟他打电话，他很温柔和你一样。爸爸也一直在好好照顾我，他很爱我们，我有很好的朋友，那些你认识的朋友我们也都有联系，新的朋友也都在我的口中听说了你，他们说你是很好的阿姨。我在念大学了，虽然没考上自己很理想的表演专业，但是我可以拿起笔把你永远永远写进我的生活里，留在我身边。还有我很想你，我的生活很平常，但我也在慢慢努力，因为是他的女儿所以不会太差的。我也有很好的偶像，他叫姚琛，是我们大家的朋友，很积极向上可爱温柔的一位音乐人，用舞台和音乐陪了我无数个难熬的时刻。如果妈妈还在，她也会同我一起拿起应援棒为你喝彩的。我知道这些文字她看不到，但是她会听到的，会听到每一次我想念她的瞬间，因为我们说过无论在哪儿，我们都有心灵感应。嗨，老马女士，下辈子您还会选这个调皮捣蛋做您的女儿吗？小刘甜甜圈。哇哦，读完这个，其实前面读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平翘舌的原因就是没有感情，但后面其实越读越顺，是因为我投入了这个小刘甜甜圈这个情感里面啊。我想说的是，阿姨可能现在是天上的一颗星星，她每天都在陪着你，她白天也在，只是白天你看不见她，又或者是她白天她不是星星，她是一阵风一片落叶。所以老马女士一直在你的身边，希望你也要像老马女士一样那么优秀，然后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。
虽然老马女士看不见，但是我们这次在912 Radio 念给她听了嘛，她会听到的。然后听到信件里面也说到了，她叫姚琛啊，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，她很积极向上、可爱温柔的一位音乐人，用舞台和音乐陪了我无数个难熬的时刻。其实听到这一段，我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做到我想用音乐去传递的东西了。我希望大家感受到歌词里面的一些生活中的不顺意、不顺心，或者是难熬的时刻，歌词里面。但我希望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像旋律一样去盖过歌词里面的丧，因为我经常说过，我是一个可能偏悲观的人，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与悲观去斗争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乐观、更加积极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加油。我其实小时候跟妈妈的一个交流方式就是更多的是沟通，而不是我爸经常会训我，会罚站呐、然后面壁思过呀，但这些不是那个暴力啊，就是正常的一个替大姚老师啊，就是说辩解一下啊。然后我妈呢，其实是很酷的，我妈妈在手上有一朵玫瑰花的纹身，纹身不是酷，而是她是纹在了她一个出意外事故车祸然后留下的一块疤，她用纹身去把那块疤给修饰了，变成了一朵玫瑰花。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一个心态吧，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丽姐就很酷，她可以把这种东西用另外的方式去修饰它，然后可以展示，可以以前就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也没关系那种，就我觉得很酷，心态很酷。最后我们再分享一个投稿，是芷涵发来的。嗨小琛哥，愿意的话请叫我芷涵。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妈妈是燕子，她有自己的追求，很有个人魅力，纵使没有兄长的庇护和优渥的家庭条件，也能在属于她的天空自由翱翔。有了我之后，他把自己的羽翼一只一只地剪下来，为我筑巢，温暖我。就这样过了18年，在这期间家里添了新成员，也有年长的亲人离世，我的燕子妈妈不再是活力满满的小燕子，燕尾也有了白斑。我催促她把头发全部染黑，逃避似的过了很长的时间。2021年末，我得知她患上了肺结石时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小琛哥你知道吗，他可是燕子啊，家里情况窘迫时他扛下来了，出现变故时他解决了，现在万事安好，我难以接受病痛去欺负他。夜晚真的好长，手术结果出来了，不是恶性，我终于知道书里说的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是什么感觉，是他拼尽全力不顾生死带我来到这个世界。实话讲，我好怕他离开。死亡在我的印象中是长久的黑暗，是我再也见不到他，我接受不了的。幸好幸运之神给了我一个机会，为了见到我，他不再是少女，没有人愿意老去，可我的燕子足够爱我，我很爱他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我的燕子，愿他一切都安好，所以愿意抛弃一切，我也会和他再走很久很久。我很喜欢你小琛哥，喜欢你的勇敢和坚持，我想和你分享我温暖坚强的燕子妈妈。这一篇让我仿佛看到了燕子为了自己的家去筑巢，就是有一种画面嘛，就是一种很美好，一个愿意付出的一位妈妈，同时也有一个很爱她的女儿。那如果把丽姐比喻成动物的话，我觉得丽姐最像是兔子，跟她的生肖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妈妈就像一只兔子一样。对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若是爱一个人，现在就说吧，在忙碌的这个瞬间，在变成遗憾之前说出口。
或许时间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爱过的记忆，所以在更晚之前战胜羞涩，表白心声，向心爱的他。每一个夜晚都有属于他的秘密，而你的秘密可以讲给我听。晚间9:12 YC912 Radio 来一次敞开心扉的聊天吧。这一期电台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坚信。